Hello, homies！ 你现在收听的是克莱美特宅报道，让你宅着就知道国际气候能源大小事。Hello, homies！ 近期国际气候行动修滚滚，但国内各大新闻媒体却是另一滴，所以18号要来当一股清流，来介绍一下9月20日德国最新公布的2030气候行动计划。如果各位 homies 还是没有兴趣，让我偷偷告诉大家，韩市长最近也说要成立气候变迁司，并投入250亿成立气候与生态变迁应变基金。18号希望透过德国的介绍，让大家来比对一下韩市长的政见。但最重要的是，18号也想要有更多，不管我报什么新闻，你们都会收听的 homies。9月20日，德国气候内阁历经11个小时的政策辩论，正式公布2030年气候行动计划，好让梅克尔可以带着计划前往纽约参与气候行动峰会。而计划的行动包含针对运输建筑部门另外成立排放交易制度，建立新的气候治理机制，以及2038年全面汰除燃煤发电。2030年700万到1000万辆电动车等等的目标，最后也预期于2030年将投入超过1000亿欧元的气候基金。首先，德国最新碳定价行动的第一步，呼吁原本欧盟碳交易制度中订定碳底价的规范。而德国国内本身针对建筑、运输等等原本不受欧盟排放交易的部门，将于欧盟排放交易制度外，于2021年开始另外开启独立的排放交易制度。最后希望影响欧盟各国将所有的排放部门都整合进欧盟排放交易制度。如果大家忘了什么是碳定价，快回去听听克莱美特第7集，有更多详细的介绍。德国建筑与运输部门的排放交易制度将采取2阶段式的定价方式。第一阶段将从2021年到2025年间由政府订定固定的碳价，将从每公吨排放10欧元调升至2025年的每公吨35欧元，并且不会有排放总量的规范。到2026年进入第二阶段后，正式进入排放交易制度，由政府决定逐年下降的碳排放总量，碳价则回归到市场自行的决定，但会制定每年碳价格的上下限。如2026年间的价格必须落在每公吨35到60欧元间，2027年的价格区间将会于2025年时决定。而为了避免阶段性碳价的冲击，德国政府也公布了主要4点的缓解措施，包含减少电费中再生能源附加费，以及考虑到通勤族通勤成本的增加，通勤距离如果超过20公里以上的民众，每多1公里则给予30欧分的补贴。针对各家户的暖气使用等等所增加的生活成本的冲击，也预期透过碳价的收入反馈回各个家户，以缓解可能的冲击。在气候治理方面，包含各部门的年度减量目标确定入法，并且将原本暂时性的气候内阁转变成常设且是法定的组织。此外，各部门必须每年与外部专家委员会的协助以及监督下落实减量行动，希望可以透过外部专家委员会来提高减量行动的透明度。如果说气候内阁认为各部门的减量行动不足以达到减量目标时，则可以要求各个部会于3个月内另行提出紧急的调整规划，以确保减量目标的达成。德国的2030年气候行动计划，总体来说各界的回应并不是都很满意。官方表示，此计划已展现了德国政府踏出行动计划的第一步，但不排除进一步调整的可能。然而，各大智库、NGO 以及产业界等等，大多表示此计划对于气候行动的落实根本是个烂笑话，批评碳价诱因的不足，应调整至每公吨排放50欧元。而另外呢，也有批评说这个计划只是零散的列出各部门的减量行动，并没有以更长远的2050减碳目标作为行动路径的规划依据。最后，在碳价的落实上，首先将会面对当定位上的争议问题，必须先界定它是为碳税或者是碳费，如果是碳税，则必须较严格的立法程序。而尽管如此，德国落实2030年气候行动计划的细节，预期将于今年11月前陆续将重点的内容修正法规或者是制定新法。以上就是德国2030年气候行动计划的简要内容，更多的细节请参考台大风险中心的网志，18号也会继续的关注，提供各位有兴趣思考2020年总统候选人气候政见的大家。以上就是本周的克莱美特宅报道，拜。